啊，你可以做厨师哦。可以先屈膝，缓和一下你腰部的力量。好了，再把你的脚往后面甩过去。厨师就是像锄头的那个头一样哦，那个形状。尽量把力量放到后脑勺的地方。可以做牵力式，放下来做鱼式伸印，盘腿或脚交叉，背部跟腰部往上弓起来，手抓住你的脚趾，
下来，厨师跟鱼市生意要各做三遍哦。啊，再一次。把你的力量越过肩膀，放在后脑勺这个地方，肩力士，然后做鱼市生意。背部跟腰部勾起来，把颈部往后弯，做到你的极限。这个时间只要刚刚不是肩力士的一半时间就可以了。好，来再做最后一次，第三遍。
膝，把脚甩过来，那个力量越过你的肩膀，到达你的后脑勺。侧天立式，做仪式身印，好，躺平，休息一下。做你的腹部呼吸，全身放松。好，来，右手举高过头，向右侧卧，坐起来。